封神不过是个诱饵，目的是将人界强者尽数为仙界所用。至此，仙界便迈出了吞没人界灵气的第一步。第一步？难道还有后面的动作？没错，第二步便是动用四件神物，分别是东皇钟、昆仑镜、逆羽剑和昊天塔。通过它们，可以阻断灵气向下流动，达到将灵气全部转移至仙界的目的。那现在想让灵气重新在人界复苏，岂不是很难？倒也不是，只要重修剑墓，让两界的灵气能够相互流通就行。剑墓是传说中连接天地的通天神术。没错，当年我跟一个家伙打架，不小心一剑把剑墓砍断了。原来罪魁祸首是你啊。不知道什么人能跟您打得这么激烈。是我活了这么久以来唯一一个让我全力应对的强者。灵气复苏之事无法一蹴而就，你们莫要心急。前辈哪里的话，若是没有您，纵使千年万年也等不来灵气复苏。若有用到斗雀宫的地方，前辈只管开口，太微万死不辞。唉，都被他给迷倒了。不急，我需要先去阴宗拿点东西，做些必要的准备。那我们呢？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一定也累了，我先送你们回去。这片天地沉寂了这么久，也该醒一醒了。恭送天尊。天尊，怎么没练习我给的御琴天音诀？哦，林前辈，其实是姬雪师叔怀疑林前辈是天魔神功的传人，所以才不许我们练习琴诀。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啊？是姬雪怀疑琴诀有问题吧？啊，您千万不要怪罪师叔，他也是为了我们好。放心，我知道。天山魔功传人入清音宗，列阵！啊，林前辈您快走，是宗主来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哦，那我倒是想见识见识。前辈，这是我阴宗最强的迎敌大阵，你要小心啊。哎，又是阵法，下次让你们宗主整点新花样。啊，天魔宫余孽竟然主动送上门来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双头快点退开，离那家伙远点儿。宗主大人，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林前辈他是好人。啊，自从和天魔公主无冤的上古一战后，我阴宗祖师便和御琴天音诀一起消失了。你这家伙定然是魔头无冤的传人。我是无冤的传人？你认真的吗？难道你还想狡辩不成？你们口中的魔头可是我当年最得意的弟子啊。宗主，快快动手收拾了他。好，他是不是天魔神功的人，老身一试便知。你准备怎么试？滴血验亲还是基因检测？抽了你的经脉，夺了你的丹田，老身自有判断。诸位长老随我动手。是。在天音风和阵下，我们的琴音会比往常强大数倍。魔宫的后人，束手就擒吧。哼，真是好大的口气，我就替阴无声指点尔等一次吧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御琴天音诀。林前辈小心。这点程度还伤不到我。这股力量好强大。诸位，此人不好对付，施展绝学吧。遵命。我阴宗最强的一招弦扫风涌，看你如何抵挡。哦，可是怎么听上去你这曲调的声音好像有些跑偏了。黄口小儿，看你还能嘚瑟多久。
就算是武尊在此，也得掂量掂量。魔宫后裔，现出你的原形吧！这音波攻击虽然声势浩大，但其中明显有音律错误。看来是因为你们从没见过真正的神音，所以才将我误认为魔宗之人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天音神境，奇异化形。糟了，林前辈，手下留情啊！奇异化形，此招哪怕是无声祖师都无法办到。这小子究竟是什么来头？我并不想取你们性命。音律本身也不是为了进攻而存在，而是用来抚慰人心。我的伤势在恢复，他竟然能通过琴音给我们治疗，都学着点吧，以后别给你们祖师音无声丢脸。难道我们一直以来修习的琴音都是不完整的？我的伤势在恢复，他竟然能通过琴音给我们治疗，都学着点吧，以后别给你们祖师音无声丢脸。难道我们一直以来修习的琴音都是不完整的？以他的实力，想灭我音宗根本不需要任何阴谋诡计。多谢你的琴。林前辈，我替宗主和长老们给你道歉，他们一时冲动，所以才冲撞了您。无妨，高人在上，老身有眼无珠，善恶不明，任何惩罚我莫离一人承担，还请前辈饶过阴宗弟子。这小老太太倒是个有担当的，不必拘礼，你来吧。谢前辈。好好修行我给的功法，不要浪费了。是。林前辈，小女子斗胆一问，您和无声祖师到底是何关系？啊，我和你们无声祖师确实有些渊源。真和祖师有关系？是我想的那种吗？你们自己看吧。主人，我为您更衣。竟然是他的侍女！哎，我们刚才跟祖师的主人干了一架。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吗？我可以给你们详细讲讲。不必了，晚辈全都明白了。既然如此，去把你们镇宗之宝无名古琴拿来，我有用。您说的是这个吗？这东西虽然是上古传承，但只是一块木头，并不能弹奏啊。它是剑木的枝干所铸，声无响，力无影。剑木是那颗连接天地的千古第一圣树？我们阴宗竟藏着这样的宝贝，但恐怕得有传说中的洞虚境界才能勉强施展吧。如今灵力枯竭，怎么可能有人能达到？放心吧，你们只管好好修炼，我会解决这件事情。啊，您的意思难道是？没错，这天地的灵气很快就会复苏了。为天下开辟修行大道，林前辈果然深明大义。最近总是听说林飞的事迹，耳朵都快生茧了。这么强的对手还怎么报仇啊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应该就是当年斩杀我的万圣天尊转世。不管他是谁，害死了梦魇师父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看来咱们总算拥有一个共同点了。你有把握解决他？如今天地灵气枯竭，修真意图被断绝，那条重生的应龙也只有金丹境界而已。就算他林飞是天尊转世，在如今不过是一个有些修为的凡人。就算是这样，你不还是打不过他吗？哼，林飞暂且不提，当年我可是和应龙五五开的。别吹了，你能和应龙五五开？小丫头，你看不起谁呢？我可是王良，
是杀手之神，当年和应龙、祝融这些家伙并列的存在。跟着你逃命太久，都把这事给忘了。混账，如果灵气能复苏，等我找到另一半天珠剑，你十个应龙也不在话下。灵气复苏？那怎么可能？所以暂时只能慢慢的等待机会了。复仇之事不可操之过急。当年万圣天尊那惊天的一剑，展开了宇宙洪荒，剑幕也被一分为二。倘若真有人能复苏灵气，恐怕也只能是他了。红根啊，看什么呢？这么专注。小青，你爱我吗？当然爱了。你今天怎么了？如今我修为全无，已然是个废人。傻瓜，不管你有没有修为，你都是我心目中义薄云天的大英雄。那你知道我这个义薄云天名号是怎么来的吗？当然了，你为了救下我们这群被囚禁的女人，死战到底，将一个邪恶的古武家族给灭掉了。其实真相也许跟你想的差别有点大，我只不过是为了这本剑诀才去灭的那个家族，至于你们，只是我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。我就是一个一心只想往上爬的小人而已。红哥。小青，这些年你一直跟着我，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。嗯。但你千不该万不该让我对你也动了真情。修炼这本血雨剑诀要废而后立，断绝性情，而如今我已功法全废，只差绝情了。修炼这本血雨剑诀要废而后立，断绝性情，而如今我已功法全废，只差绝情了。小琴，等我神功大成，会感激你一世。混哥，其实我不在乎你是不是伪君子，也不在乎你有没有修为。你说什么？我在乎的只是那个把我从黑暗中拉出来的英雄。我只想和你好好生活，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。小青，对不起，我必须变得更强。是古武界的人让我全家被灭，在孤儿院里我忍受着非人的虐待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一切。喂，别哭了，让我们打一顿开心开心。后来我终于懂了，是我不够强悍。只要我足够强悍，所有人都会尊敬我，崇拜我。我不能失去力量，我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粉身碎骨。众弟子听令，此次前往昆城山是天大的机缘，所有人都不要落下。是，是公主。那就出发吧。昆城山曾是灵气最旺盛之处，虽然现已破败，但灵气一旦复苏，必然会成为寸土寸金之地。哇，好多汉服小姐姐啊，每个长得都是大美人儿哎。此次前往昆城山，大家务必不要走散，这可是千年难遇的盛况。只要灵气复苏，我们阴宗将重现昔日的荣光。哇，茉莉，你快看，下面风景好美啊。啊，对对对，这种时候哪里还有心情看风景啊。我感觉你在敷衍我，而且很明显。没有没有，风景真的很美。
话说，你穿这么正式干嘛？年去重修建墓，灵气即将复苏，天地巨变，如此盛世，怎么可能不认真对待？万耀光，你说，他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？还好吧，毕竟重开修真意图确实影响巨大。哎，只是一点小场面罢了。这就是大好的世界吗？天尊，我感受到了前方剑木界的压迫，无法继续飞行了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无妨，降落吧。哇！天尊，我这身衣服好看吗？是我那个后人教我的，还说您肯定喜欢。小陈，你到底在教你的祖宗些什么怪东西啊？林飞，你确定是这里吗？感觉不太对啊。怎么了？剑木呢？那么大型的神树怎么看不见啊？你们真当是来旅游的吗？剑木这种东西怎么可能随便被人见到，不然早就被人挖了。剑木是神物，拥有自己的小天地，所以现在看不到它。主人，什么是小天地？你可以理解为平行世界，修真者只要强到一定程度，就可以开辟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。你的意思是这个世界拥有无数个平行世界？理论上是这样的。那些强者会不会来毁灭我们的世界啊？应龙大人，你笑什么？我担心的不对吗？不是不对，是错得离谱。平行世界的强者众多不假，但天尊是多元宇宙的永恒主宰，谁敢来犯啊？多元宇宙永恒主宰？低调点儿，定龙你吹得太过了。我在之前大战受了伤，跟当年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。走吧，去找祝融城，那是通往剑木界的通道。祝融城听下来是个很厉害的地方，我已经能想象到火红的城墙和巨大的神像了。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夸张，这里就是祝融城的外围村落。确实和想象的差距很大。嗯，那座雕像是？我记得传说里祝融是火神，这个不太像啊。这的确不是祝融，而是他的死敌，撞断不周山，引发生灵涂炭的共工。什么？不只是雕像，这些村民身上都多少带着一些共工的玄冥之力。这里本应该是信奉祝融的地方啊，他们为什么会修习共工之力？不是他们主动修行的，这些玄冥之力甚至还在反过来吸收他们的寿命。